恭喜曼城获得第一个欧冠总决赛冠军的奖杯，也是哈兰德的第一个欧冠总决赛的奖杯。那么对曼城来讲意义非凡，但是这一场比赛呢，国米也打得非常好，运气有点不佳，最后1-0输给了曼城。我们的预测先是走的国米加1-1.5的方向收米，然后场上的时候呢是让大家上2.5小，然后到了大一的时候追大一都是收的，然后角球没出来，比分的话也没出来，有点遗憾。但是整体的方向跟格局，我们控制在胜负的净胜球在0到1球之间，这个也是非常准确的。然后我们的最大的计划是在欧洲杯预选赛这里全面跟大家来解说，我们拭目以待，加油！